左后肩右放马，左后肩右放马，我又看到那个飞碟啊，嘣，像撞到墙上，把掉下来了，嘣，撞到墙上掉下来了，嘣，撞到墙上掉下来了，我们所说的这个墙啊，就是我的后背啊，飞碟撞到后背上面就掉下来了，撞到我的后背上面就掉下来了，这个提示啊。哎，我这边很重要。哎，我这边很重要。即使飞碟经过，撞到我的后肩膀上，飞碟也会掉下来。所以让地球人要意识到这些。好像他反复讲，反复讲，都是讲，一直讲，讲，人家就听进去了。他可能是，采取这个方法啊，采取这个方法，让人家。反复的听到这个消息，反复的听到这个消息，来强化，反复听到来强化，好像这样，好像通过这个方法，反复听到来强化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